楼市需求强劲，二手资助房屋楼价已超越个别私楼。东涌居屋与东苑 B 座高层一房单位，刚获首置人士于以保价自由市场以535万元购入，以实用面积426方尺计算，尺价约12559元，创项目的新高纪录。而区内大型私人屋苑影湾园上月平均尺价亦仅约1.17万元。美联李锦荣表示，御东苑成交单位原业主最初叫价550万元，及后因购入其他物业需要调动资金，故愿减价15万元出售。至于新买家见该屋苑以保价放盘紧绝，即时出价洽购，以价近一个星期终成功入市。近月东涌二手交投旺，现时私人屋苑仅余一个叫价600万元或以下放盘，令部分买家转投二手资助房屋市场。但若以尺价计，区内私人住宅较个别居屋单位为低，如影湾园近日易手的三房户，实用面积645方尺，作价728万元，尺价约11287元。居屋保地价金额跟随大市急升，同类物业造价因而不断推高。世纪21将军澳称，将军澳居屋裕明苑 A 座低层一室，实用面积649方尺。上月开始放盘，刚获区外家庭买家以750万元自由市场价承接，尺价11556元，造价了属项目新指标。中原吴敬章指，香港仔家龙苑 B 座中层一室，四月底才放售，仅减5万元，即售600万元。以实用面积401方尺计，尺价达14963元，属项目新高。于未保价第二市场，在买家追落后情况下，楼价升势更急。该行文家辉称，受惠白居易买家入市带动，近期天水围居屋成交步伐加快。区内天盛苑 H 座高层三室两房户，实用面积506方尺，获该旅客以480万元购入。尺价9486元，创全区未保价市场新高。冠辉苑每尺首破1万元。市场消息指，何文田冠辉苑明辉阁高层单位，实用面积411方尺，原业主为逾80岁长者，近日以425万元放盘，因属市区罕有细价盘，即获绿表买家于第二市场以415万元购入。该盘尺价首破1万元，居屋造价屡创新高，带动上月成交总值亦刷出新高纪录。中原指出，四月份同类二手买卖登记共录得686宗，总值35.73亿元，按月分别上升43.8%及48.2%，登记金额更创1995年7月有记录以来的近24年按月新高。期内九龙湾丽晶花园录得22宗个案最多。